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芒果鸡店郭少。那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企划，因为我们芒果劳斯莱斯呢已经运回我们的新庄乐团这边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工作呢，就是要一日试卖，配合我们音乐恩师台北讲堂的活动。然后刚好人潮很多，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挑选这个时间来做试卖会。我们自己试很久到可以卖的鸡蛋糕、松饼以及现打的果汁，然后这些是正在准备的伙伴们。那今天一日试卖企划 ，Go！刚才有把渣渣过滤掉，可是其实它西瓜汁的香气都是在那个残渣上面，所以下一个阶段我们不要过滤，然后再给大家喝喝看。嗨，现在时间是晚上快9点，然后今天我们一日芒果劳斯莱斯试卖打算蛮成功的，结算后来我们还有剩5000多块的一些余额可以运作，主要是很感谢永恩寺台北讲堂，让我们今天有空间可以在一楼的这个场地去做这个试卖的活动，那也非常感谢这边的叔叔阿姨非常热情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用一杯卖多少钱的，或者是一份卖多少钱，我们就是自由乐卷，意想不到的效果蛮好的，就是很感谢大家的疼惜洽谈。那看来大家都已经很累了。那今天一日的试卖算是成功。我们现在开始组装户外的桌子。
炎炎夏日，我们在这边广场卖东西。如果这时候有那种电风扇，而且是随身携带的那种电风扇，那就太好了。谢谢伊德尔赞助我们这个随身携带耳挂式电风扇，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就比较凉快一点点。那个风量啊是三段式的，有强、中、弱，还有灯光哦。如果夜晚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灯光，看起来更活力、更凉快。感谢伊德尔赞助。好吃软软的脆脆的，好喝看到。他们都是我团员，他们的素包子。你不能讲啦。我们三天的试卖算是成功，虽然广场真的蛮开的、蛮热的，然后大家都蛮累的，这几天有点操劳，那算是蛮成功的。也感谢这三天有来给予我们支持的。未来呢，我们会继续在7月24号之前呢，我们都会继续在这边新北市新庄区长兴街17号外面的广场继续去贩卖我们的红豆饼啊，以及现打果汁之类的。欢迎朋友们，还有喜欢播照的人，有订阅反骨青年的朋友们，记得要来现场给我们支持广场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订阅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有按赞我们的粉丝专页。拜拜。